两个人相遇的概率是0.00478，那两个人重逢的概率是。是每天早晨9:14，他会准时出现在街口，背着那把旧吉他，好像要把这混乱的世界规整成流淌的旋律。他总是匆匆地穿过人群，自由地行走在拥挤的街道，整个城市不过是他眼中的画布。那个总是戴着耳机的他，那个开始听旧唱片的他，把心事藏在音符里，将记忆刻在笔触里。在下一次夜色降临前，我们还会再相见吗？